大家好，我是九龙豪宅 Catherine Goh， 今天为大家介绍这里就是太子道西一个楼龄比较新一点的大宅，我们现在一起望望。这个大宅就是位于太子道西313号，它就叫骏龙，2014年入伙，总共有49个单位。这个单位呢就是位于高层的私室，实用面积是1672尺，单位有一个大露台，而且方向就是向南的天，景观十分开扬。看完客厅呢，我们现在就望饭厅了。其实这个单位呢就是有对流露台的，我们饭厅这边就是工作平台，方向就往北，是望返獅子山的方向。单位是属于四房双套的间隔，而这个就是客房。这个主人房呢，一入门口呢就是有一个衣帽间。睡寝区位置非常之阔落，而且景观开扬。主人浴室是保留收楼标准，企缸和浴缸就是分开设计，而且还有个毛巾的暖管。而另外的套房呢就是用企缸的设计。而这个套房呢景观是望返狮子山那边。最后一间客房呢就可以做书房。这个客厕呢就可以贯通书房同埋走廊的。厨房就是保留返发展商的厨柜同埋电器。洗衣乾衣机就摆咗喺工人房。工人房咧都有佢嘅独立洗手间。多谢晒大家睇晒呢一条片，如果中意嘅话就记得留言、赞好、分享同订阅我频道。下条片见，拜拜。